like that. Woo! Come on. 欢迎您收看我猜我猜我猜猜猜。你看过这样的行动咖啡屋吗？我卖咖啡，脚踏车走透透，天马走透透。你这个真的结合得很好，因为你让咖啡感觉就很亲切，变很乡土。阿张一个月可以收入200,000，为什么不卖烧肉粽？脚踏车不是应该都印象中都是那种吗？怎么不能月入200,000？立文啊，我心想，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还是单身，一点都不浪漫嘛。如此俊美的梦幻美型男，你见过吗？哎呦，李小龙战士啊，眼睛红的。哎呦，天哪！哎呦，唇红齿白。哎呦，你哪里看到牙齿了？唇红齿白。对，185公分，65公斤，这么高啊！哎，好可爱。比女人更爱美的梦幻美型男，洗澡要1个小时，大概就一直照镜子。对，很漂亮。但是他很重视美白哦，不到海边不晒太阳，会如果万一必要上街的时候会擦防晒油，也不去海边做任何日光浴有关的东西，是吗？对，因为我蛮怕晒黑的。听说都会用那个化妆水保养皮肤，还有会去角质。对对，就是怕长痘痘。Are you ready? Yeah! Yeah! 欢迎上场！我猜，我猜，我猜，猜猜，掌声！哎呦，哎，突然间发觉这边啊，它有一阵太阳，有没有看到？怎么每个人手上都拿着棒棒糖啊？哎呦，天哪！哎，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看到太阳长得这么像向日葵的一次。差不多啦，像纸风车。向日葵就太阳花不是吗？太阳花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就偶像来了才会有这种状况嘛。其他是伞兵游泳嘛啊。啊，另外这是有忠实客户，好吧？吴传前先生，今天有新作品，好糟，又有新作品啊！阿弥陀佛，是这个吗？均价哦。每周更另类哦，每周更新哎，他是用一个布袋戏，然后用刀子插着一张你的画哎，这是不是一种创意？你觉得？卖累了，人家传前是那个喜憨儿的代言人，每周有新的遗照有没有？对啊对啊对啊，超好笑的遗照，新的遗照你不要乱讲，一鞠躬。今天我们节目非常精彩了，来宾肯定相当之大咖，第一位不得了，好久不见的施文斌啊，欢迎，主持人好。新歌来了，新歌来了，很角色哎，施文斌先生。对啊，介绍一下，你的不是新唱片吗？是是，一款国人自制的线上游戏。哎，一款呢？天哪，哎，多久没上电视说一款呢？一款新衣是线上游戏 Online Game， 好 professional， 是什么样子的线上游戏？对对对，是类似魔界那样子中古欧洲世纪风格的啊，不错，叫万王之钥。那受欢迎了。Story 是在 talking about what？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征战。游戏里头你自己有唱歌吗？有，大家要不要来听一下？好久没有听他唱歌，先给他唱歌一下，好吧？来来，先唱一下。The one who loves you, dumb Lyra。好直接哦，哈。To looking for my breaking heart。哎呦，还 English 呢，哈。I live in love with you, dumb Lyra。Oh my god！好棒哦！哇，好好听，好好听！这首歌根本就可以走向国际耶！不止唱，我跟你讲，他唱那个 Michael 的歌也唱得很棒。Michael 是 B A T T， 那个对对对，来两句。你那是加工店家电力大条，我保证马上爱当火力死翘翘。我不是开玩笑，你我挂你警察，叉叉叉叉，叉叉叉叉叉。哇，真的是人才！我们施文斌的歌好好支持，好不好？来，掌声再鼓励一下啊！很厉害。好，第二一位是我个人的最爱，香马倩小姐。欢迎大家好。啊，好棒哦！好像也是出唱片啊。有唱片吗？就是我，在台湾，对，在台湾我第一张，第一张新歌录。单曲，单曲哦，新歌录哦，新歌啦，对 ，S I N G L E 嘛，单曲，这个单曲多讲一点没关系。这首歌叫什么？In and out of love。哦，进进出出的爱，是这样翻译吗？听起来好像 A 片的名字。
进进出出的爱。你可以文艺一点的翻吗？文艺怎么翻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翻。哦，爱的进出。你很厉害耶，你啊！不是由内而外的。难道要说爱的贸易商吗？没有，进出口贸易。没有，陈琳讲的对啦，那个由内而外的爱，是这样子好像比较好一点。我要不要现场唱一下？哎，一点点。哎，一点点，好好听啊。Everything could be for life。哎呀，很会唱呢哈。哎呀，无事哟。谢谢。好棒啊！哎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再来一位，哎呦不得了了，今天有最多他的 fancy 了，一起来欢迎我们钟汉良。哎呦，爱你爱你。新歌来，新歌来。新戏。哦，就是那个中视八点的武侠片，叫《逆水寒》。哎，这名字其实听起来好酷哦。就是温瑞安的那个原著小说啊，真的吗？里面你是演的是？就是我第一次演反派。第一个四大名捕系列嘛，对不对？逆水寒，哦哟，不得了啊！这种海报要去哪里才能够拿得到？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找来的，在中视门口偷的啦。太厉害了！可是真的很难想象你的表情、你的长相可以演反派。我可以的，你可以。那你现在讲一个，因为四大名捕嘛，讲一个他们剧情里面的话，好不好？你就要对我告白、啊。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。若是要想过路来，留下。买路财，哇！你好熟啊！他很聪明啊！这个很好啊，这个哎，怎么这么变态？此路是我开嘛，此树是我栽嘛。若要过路来，留下买路财，好吧？预备，起！啊，大爷，此路是我开。大爷，此树是我栽。你大爷，你颜面神经失调啊！若要想过路，那我不想哎。留下买路钱。哎，这个语气不押韵。若要想过路，留下老虎钱。什么东西？好了，不错不错，给他掌声鼓励一下。哎呀，接下来欢迎我们林丽文小姐。欢迎。厉害，漂亮，越来越性感了。没有，告诉你，现在开始毛起来，一堆人在追她。哪有？有，而且她感觉就是那种好女生，死心塌地。我觉得她傻大姐的太可爱了。我跟你讲，她是适合当老婆了。你讲过好几次哦。她适合当老婆，这个适合当婆婆。那这位是适合当玩伴。哎，在访问林丽文啊。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本身会穿束缚吗？不会，不会啊！你从来没穿过，没有。谁穿束缚啊？很瘦。我穿过。你那个是减肥裤。我以为是女人都会穿过，就不能笑那么开心。他那么瘦，他那么穿束缚，他连内裤都不穿了。好了，不要提往事了。后面还一直人马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国内第一团体破红。介绍一下新歌来的。大家好，我是主唱小天。好棒，好好听。好，我是贝手阿凯。啊，又厉害，真的。鼓手阿翔。啊，又厉害，厉害。后面方文山。站，哎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方文山。我是 DJ Point。哦 ，Point 好吧。来来来来，哎，你的头受伤也来，有没有？好辛苦。我是吉他手乔雅。啊，又厉害，厉害了，烫到了这位，烫到。这个我是吉他手三地人。哦呦，三地人。哇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共有八个人的团体耶。六个啦，八个啦。另外两个是。谁呀？来来来，你新歌来来来下来，预备起！大哥，谢谢，谢谢，这你的心还在横点呢，人的假不了，人的放不了，是不是？人的假不了吗？直的短不了，哎，圆的放不了。哎喂，那有没共感？一起进入我们真的假不了，真的假不了。
哦，厉害啦！今天呢有三位呢，有一位是假的，大家一起把它找出来了。好，欢迎第一位廖云凡先生。欢迎。廖云凡，47岁，台北人。哎呦，是女性同胞啊！我是男的。好有有，谢谢，好恭喜。好，杨娜，两位美女好。依照他这个上面讲的这个履历来讲，我们要叫廖老师。是，廖老师你好，宪哥好。那么，哎呦哎呦，我们年纪那么轻，怎么好让你叫宪哥啊？你是中一届的大哥大，我应该要尊称你一声宪哥。太客气了，大哥大是你的头发很高啊，络腮胡啊，没有去卖卤肉饭那位啊，这个。其实嘞，黑波赶快呢，哎，不，我要怎么称呼您呢？啊，叫我宪弟、宪哥，哎，这还不是一样？对呀，绕老半天了，老师他竟然是催眠老师啊！是啊，你相信催？你相信催眠吗？嗯，还好。有没有被催过？有。你有没有被催过？催眠。我大学催眠，我不敢讲。大学我主修过催金术。催金是什么？你笑什么？我是贸易科的催销经营管理术。哦，解释清楚就知道了。是是是，你以为是什么？他的催眠是哪一类型的？哪一类型催眠？催眠其实可以涵盖非常多。那今天的主题好像是说催眠游地府，有没有听过？什么？催眠游地府？那不就是所谓的观落音吗？跟观落音不太一样。就是两个人在 internet 见面之后见网友嘛。只是有去看死掉的朋友，对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可以游到哪里？你不要乱哈拉我们，超恐怖。你想游到哪里就可以游到哪里。地府听说有18层是真的吗？嗯，听说好像有更多哎。怎么说？嗯，我们上次带了一团，我的学生好像有22层。哇！那请问你们那团有导游吗？有。哎，你讲那一团有导游，感觉就好像进香团一样这样啊。嗯，地府旅行团。啊，你带队这样？我是引导他们进去。听说真的有下油锅这种事情啊？有这种事吗？你看看就知道喽。啊？不行，你要讲那个你对呀，你讲的经验，对呀，没有割看过人家被割舌头啊？不是我看到，都是在进入地府以后哈，就有人看到说有一个好大的油锅，有足球场那么大。足球场那么大的油锅啊？对，足球场那么大的油锅，太耗油了吧？嗯，可能地府的油不用钱，是不是？搞那么大，那炸几次？炸几个？一两个？因为不是我看到，是进去的人看到的。听说要炸的时候，牛头马面一拖着你下去。他不是拖，然后还用叉子擦，擦住，然后还问你说，这样先生要几分熟？5分就好，不要太熟。现在我不懂哎，如果说我被催眠，然后是要去看我的亲友，就看到亲友在被炸，我应该不会很开心吧？可是我们可以协助亲友，让他不要被炸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哦，我知道，就用自己去跟他换，是不是？不是这样子。其实为什么他会炸，就是因为他有一些心结，或者他做了一些事情，是需要受到可能一些处罚或什么。那我们可以给他带一点光明进去，但是他让他把那个心结解开。嗯，那他们已经不是一个躯体了，为什么？他们还会有痛的知觉？哎呀，会呀！小米还问的问题还真棒。对啊，这个问题好棒，好棒！事实上是会有，每一次都痛一次这样。好像是，就是说的人回来过以后都这么说。因为就像那个不是说自杀，他的意识会在那边一直来回的在自杀。有人说，譬如说他的寿命到30岁，他20岁就自杀的话，他要跳10年的楼这样。我觉得那是生命的一种重复的学习，他可能有一些东西他没有办法释怀，所以他跳楼。那有可能就是有一个下意识存在那边。对。所以说他重复的跳，让他跳到清醒为止。当他清醒的时候，他就可以离开了。喂，我们的问题只能问到这里，我们从来宾来问。啊，你想问，给你问你。因为他这边也有一个，他说通常不帮一家人同时催眠，因为怕没有办法面对因果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我通常一家人要来做催眠，例如说2夫妻的话，我会请他们一个一个来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发现说2夫妻这辈子是夫妻，上辈子有可能谁杀了谁。哎呦哎呦，真的吗？啊，人家说欢喜冤家嘛。是啊是啊，有可能这辈子是来要做这个功课的，所以我会希望一个一个解开来，不要一起来。那会不会看到杀对方，然后就不爱对方？那个部分我们可以协助去做
做事化。所以其实你们最主要也是帮助人解他们心里的结，就对了。可以这样说，可以这样说。写因果的啦，哎，你相信吗？我觉得这个老师太会哈拉了，很可疑，很可疑，就太会讲，太会太能言善道的感觉。对呀，而且什么事都跟你没关的感觉。哦，是吗？还蛮会讲。我想问老师，去一次要多久啊？去一次大概两个小时左右。对，可是你随时都可以回来。对对对，随时可以回来。那只有一个到现在他九年多还没回来，他还回得来吗？可能他自愿想留在那里当官差。官差啊，两个小时应该很痛苦吧？对啊，而且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？其实我想邮递府有时候只是有可能你想去探望亲人，探望完以后我们就回来。来来来，泼火泼，你们的问题一定犀利。我们想要请问，请起立，你是 DJ 吗？我是 DJ， 就是想要请问一下，那个不是有那个啊？太请坐，谢谢。了解一下，就是那个炸油锅，炸油锅那个油是回锅油吗？还是？还是新鲜的是吗？我下一次如果炸油锅你还在一起的话哈，我会请他们问一下，看看是不是米糠油。我最好用植物油啦，不然胆固醇太高。鬼差插住了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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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牛头马面两位大爷，等等什么事啊？等等等等，你不要叫我下去，我问一问是不是大臣沙拉油，我比较习惯清清如水。一号廖云凡老师擅长利用催眠术帮人看前世今生，甚至游地府。观众朋友们，你相信吗？再来是我们第二位陈立宏先生，欢迎。陈立宏，56岁，台北人。欢迎陈立宏先生。哇！哎呦，立宏，立宏，哇，哎呦，哇！也是很活泼哎。哇，好活泼哎，嘿，立宏，立宏，阿妹的啊，哎，早起别运动啦，哎，哦，是你哦。哦，我作为来宾好。啊，你有我大雄啦，你小叮当啦哦。哎，跟大家问候一下。各位来宾好，我有点紧张，跟线没关系，跟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，这中线就可以啦，哈 ，Jacky 陈龙嘛，宪哥好，各位观众好啊，他的笑容好有亲和力哦，他月入二十万，干什么行业能赚二十万一个月？但是要靠他的劳力的，哎，脚踏车有关，脚踏车游地府吗？上快了 ，Next 送便当吗？送便当的，我刚刚有想送便当，后来又觉得是送报纸，后来又觉得是早上送羊奶。送羊奶，反正就是送东西的。对对对，你从哪里？你那一头，对不起啊。真的有一点羊骚味，真的。你从这里判断的是送羊奶，我告诉你们，通通猜错。他靠着脚踏车做什么事？我卖咖啡，脚踏车走透透，铁马走透透，我卖咖啡啊。这是你是你怎么说的吗？不是不是，你刚刚是跑带的。好可爱哦！我卖咖啡，脚踏车走透透，铁板走透透，我卖咖啡。咖啡，你会尖尖叫，你会叫卖吗？咖啡哦，来哦来哦，咖啡哦来哦来哦。这个这听不出来是卖咖啡。咖啡哦，来哦，来哦，来哦。什么咖啡呢？咖啡啦，啊，咖啡，台湾话咖啡。哎，可是我觉得你这个，你这个真的结合得很好，因为你让咖啡感觉就很亲切，变很乡土。啊，这样一个月可以收入二十万啊？这样子哦，我以前我是航空机械学院毕业嘛，啊，上班休，那以前当的都是军人呢，是是，当一当就十几年啊。那退伍以后那就没有事情工，也做过打泥工、水泥工了，也开过计程车了，是那也做过那个自助餐厅的老板呐，那很非常的辛苦啊，很辛苦了。那么有一天哦，那个到一个朋友家去，哦，那时候晚上八点多，哎，他说我们喝个咖啡提提神好，我说好啊，哎好啊，那我就跟他们去了，结果呢？结果去了一个咖啡厅啊。那个服务人员的态度不好啊，而且我们喝的咖啡好苦啊，不好喝，不好喝。咖啡五味里面它缺了两味，五味缺两味，然后呢，咖啡实在很难喝啊。那我们就在想，那为什么不让他们想喝咖啡的人呢、啊？他一下来，他就有咖啡可以喝。那么上班的人呢，他一走出办公室，他也有咖啡好喝。那时候我们就开始研究看到自己的亲友嘛。他又不是在地府卖咖啡。喂，对，点那什么音乐？干嘛受音乐？后来哦，
那么我就从这方面研究发展。因为这对这方面机械有了解，你这个故事会不会讲两天啊？你们简短一点。没有，我想要问你的咖啡豆有比较特别吗？有，我直接从进口啊，直接进口，而且我们直接处理，我们是现场冲泡，现场冲泡。哎，我们还有做咖啡现场教学，有没有冰咖啡？有，真的，马上就有冰咖啡给你。有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喝到咖啡。如果有没有曼特林咖啡？就是曼特林咖啡，这么厉害？是，黄金曼特林极品，真的吗？你这个 idea 的来源是不是包子馒头？以前的那个骑脚踏车北北的，以前有行动咖啡，现在他的 idea 不是来自于这个，他是来自于。勺子卖饺子，实在好吃耶！你不要见多滋味哈，实在好吃耶！这个汉子吃饺子，实在好吃耶！嘴里面吃的是饺子，心里面想的是勺子，实在好吃耶！我了一个大头。你说人家讲故事讲两天，你唱歌要唱几天？一个礼拜。我想说顺便把过年的录完，因为什么？开始。所以不管是不是真的，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。啊，听说常被警察取缔，取缔到最后，警察说啊，算了，你就给我一杯咖啡就算。哦，是因为这样子哈，因为警察常常取缔我。哦，那取缔酒他变成我的常客啊。啊，他说你的咖啡太特别，太好喝了。是很多董事长很厉害了，董事长才五位，你怎么认识？这样子啊，因为是乐团啊，有的时候啊。他那个凯迪，他在旁边等。有一次哦，凯迪啊，后来他下来以后，他说可不可以给我来一杯？我就给他弄了一杯曼特林给他。哦，他喝了以后，他说：“哇，实在太好喝了！你明天送我200杯，我们明天要开业务汇报。”听起来这么这么像胡乱的，好可爱。有什么问题来了？稍微一下，为什么不慢烧肉粽啊？脚踏车不是应该？印象中都是那种收入都不能月入20万。丽文啊，我心想，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还是单身，一点都不浪漫嘛。对啊，这样，而且卖烧肉粽就没有一种中西合并的感觉。对啊，因为烧肉粽出来，我就一直想着为什么不卖烧肉。烧肉粽应该变成那种麦当劳量饭店，你知道吧？那样才有中西合并。比如说，啊，丽文啊，我们带你公园走，啊，前面有一个咖啡，我们坐下来喝个咖啡吧。啊，好。然后你要讲一讲，啊，你那么忙还陪我，然后我就讲。啊，再忙都要陪你喝咖啡，对不对？这样感觉很好嘛。对啊。那如果带他哎，丽文啊，前面有卖东西，哎，坐下，哎，我们吃两粒肉粽好了。哎，你怎么有空陪我吃肉粽啊？再忙也要陪你吃肉粽。再瞎也要陪你吃肉粽，那感觉听起来不对劲，不对劲。对呀，那一点都不浪漫。可爱啊。提前问到这里。二号陈丽红靠着骑脚踏车卖咖啡，而且月入20万，观众朋友们，你相信吗？来，一起欢迎小花 Little Flower。欢迎小花 Little Flower， 21岁，台东人。阿国，哎呦 ，My goodness， 哇，妹，哎呦，天哪，直接走个台步啊，来 ，Come some up 的 music。表现出他内心的两极与矛盾。哎呦。不错不错 ，Say hello to everybody。宪哥，然后阿雅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陈琳，陈琳你好，他名字叫小花了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台东人啊，对，我台东人，台东还好吗？台东山明水秀，哎，台东很美耶，超美。那你那么白？因为我的工作就不用晒到太阳啊。我告诉你，他的工作竟然是。他的工作跟温泉有关，他的工作跟客人有关，他的工作跟泡温泉有关，他的工作跟客人泡温泉有关啊！哦，吓死！他的工作呢，就是陪客人泡温泉吧，我猜。观众朋友们，你相信他是陪客人洗温泉泡汤的辣妹吗？比女生还要爱撒娇的梦幻美型男。听说呢，喝醉酒的时候声音会变同音，真的？怎么变？不要喝醉了。就很嗲这样，真的吗？会打电话给谁？嗯，还会打给我妈。嗯，跟人家讲话嘛。先请不要乱打电话。嗯，你不要这样子嘛。嗯，给人家送披萨嘛。我们这里是19啊，给人家送披萨。吓死！他的工作呢，就是陪客人泡温泉吧，我猜。讲的那么复杂。对啊。赚多少钱啊？
真的吗？要看，就是平常如果说比如说寒暑假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好一点，那平常的话就是靠一些观光客。脱光泡吗？没有啦，脱光泡没有脱光泡。一个月泡几天？看你公休几天啊，就我们一般都是排休。一般你会选在什么时候公休？假日一定不可能，我大概都会选在礼拜一吧。礼拜一。那你工作的时间呢？你还可以把它拆成五天吗？我们是两班制的，两班制，对，有轮早晚班。那早班的话就是从10点到下午5点。那有要那个跟那个客人泡温泉的时候，也要喂他吃葡萄之类什么的？对啊，就有点像以前的皇帝的感觉。不用不用不用。那你在干嘛？对，你在干嘛？我们其实严格说来就是应该是算服务生吧，因为我们只是帮他，比如说客人需要喝饮料，还是说他需要什么服务的话，我们可以帮他拿。差别差不差？你讲的太暧昧了。他需要什么服务？因为女孩子如果是男生在泡温泉，你在旁边那很危险的。而且泡温泉他一个人去干嘛？奇怪。对啊，我们那边有分啊，就是如果说，当然不是说每个客人都会要求我们要陪他们一起泡。对对。有客人故意漏点啊？那个是因为我们平常客人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请他先可能淋浴啊，或者是请他先对。但是他还没有着装完毕，他就按铃，然后我就推门进去看，就看到了。那我就赶快再关起来啊，说不好意思啊。可是他是故意的，也是要礼貌性跟他道歉了。对，不好意思，二哥，不好意思，二哥。二哥要道歉啊！那个人刚好他家里排第二。我懂了。而且你会不会觉得，就你做这个工作，会让人家想到跟情色的行业有关？一定会啊！如果说朋友的话，多多少少都会问，因为这个行业其实刚开始不多，没有很久哎。对，以前没有，就是刚开始流行的。那可以选择吗？就是你进来，然后他觉得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对，可以，他们可以选择。那怎么像选小姐？对啊，很奇怪耶。现在买槟榔也看槟榔西施辣不辣？真的吗？对啊，哎，经常转槟榔摊有没有？然后靠近，然后一看哦，不行啊，然后就看槟榔机，急速转弯。三号身材火辣的小花是专门陪客人洗温泉泡汤的辣妹，观众朋友们，你相信吗？究竟以上三位谁说的才是假的呢？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猜猜看吧。一号是假的，为什么？不可能，因为我觉得游地府这种事情，照理讲应该是有跟某种宗教或者是某些有关系，可是刚刚听他讲的感觉蛮笼统的。而且在我的印象当中，我觉得台湾应该不太可能有这样子的行业啊。姐，来来，香马倩，三号。三号。喂，为什么呢？跟你一样是辣妹啊。因为漂亮的嘛。这样的工作。因为你不知道。没有。日本人一定是原住民来的。在日本也没有。我听不懂啊。我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你觉得没有这个工作？没有。善良。三号。因为在日本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奇怪，很奇怪，日本也没有小太阳啊。哦，日本有大太阳，台中都有太阳饼呢。因为我在想，他应该是三号没得示范的，因为一号可能我在电视上看过有类似这样的那个通灵的东西，可能会有。哦，通灵王，哎来哎，宝贝，哎那个丽。二号为什么？我觉得他明明可以开车或者是骑摩托车，干嘛一定要骑脚踏车，很累。他能有开车他就去卖霸掌的啦。可是他说月入20万呢、啊。20万 OK 啊，一天8000啊。而且骑脚踏车很累，而且他一定载很多咖啡，很重。如果他开车就只能月入20000。对啊，所以就脚踏车才特别。好，为什么我觉得那个二号北北很诚恳很可爱，那三号你去泡过对不对？其实还蛮想去泡啊。好，对，所以希望他要存在。是来宾猜测的结果，一号跟三号得票数相同，究竟哪一位才是假的呢？我们赶快回棚内揭晓答案吧。到底答案是什么呢？咱们倒数5秒之后，我们立刻为大家解答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揭晓。
三号，就是三号，恭喜答错。哎，说真的，我是主持人，我都没猜对耶。是我错吗？错啊错啊错！为什么喷他跟喷他？你这个叫做池鱼之鸭。对对，刚好喷到旁边。所以是向来欠打对了。你本身是从事什么行业啊？我是做美容保养的。哦，美容保养，难怪皮肤那么好。但是我告诉你哦，真正有这个行业，只是今天我们没有，我们并没有找到他们来，他们也不太，他们因为这个有时候色情跟艺术一线之隔嘛。可是我是觉得真的不需要什么行业都跟辣妹有关吧，以后去超那个欧巴桑去超级市场买菜，要不要有个辣妹陪？对啊，说的挺对啊，真的是啊，哇，好好加油，谢谢你啊，为了我的节目说谢谢，说的好诚恳，谢谢。有时候辣妹也都不辣。哎呦，催眠邮递服是真的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天哪，现在恐怖了，好好奇哦。啊，对对对，那我们有可能带我们大家来看看吗？还是带我们大家去一下邮递服吧？我们就一起来看看，有机会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看一下你们真正工作的状况。好的，好吧，来，请看。俗话说得好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但是，身为现代人的你，真的相信有地狱的存在吗？而你曾经探索过你的前世今生吗？我们是六甲乐团，听说制作单位为我们准备一项课程，催眠可以探讨前世今生，还有地狱，还有地狱，今天非常紧张，对，所以大家就那种一起做，想过去吧，赶快走了，赶快走了，好，我们现在过去了，拜拜。常常会偷妈妈的零钱去买零食吃。小时候曾经我考试考不好啊，就故意骗妈妈说没有拿到考卷。小时候在玩鞭炮的时候，曾经差点把一栋大楼给烧掉。六甲团员在一一坦诚小时候所做过的亏心事，几个大男生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拜访今天的催眠老师了。今天六甲所要拜托的催眠老师廖云凡是美国催眠协会专业催眠师，目前致力于研究前世今生哦。正式催眠之前，廖云凡老师先帮六甲团员做了详细的解说，让大家对催眠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在经过了30分钟的催眠解说之后，咱们今天的催眠邮递服就要正式开始咯。心里面最有印象的地方，你最想去的地方，你可以感觉眼前有一条小路，仿佛你已经跟森林融为一体。等一下，我从一数到三，数到三的时候，你会感觉自己。经过了30分钟后，六甲似乎都进入了催眠状态，接下来到底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这次的旅行要通往你们很向往的地府，你们很爱去，你们的身边都有你们专属的在身边，而且随时随地你们都可以回到现在，想回来的时候只要举起手来告诉我，你们可以马上就回来。所以我们到了那是什么？刺。嗯。刺上面有什么吗？很多人。什么样子？你可以形容一下吗？阿龙呢？阿龙感觉到什么？一团火。一团火。一些火炉。嗯。在做什么？知道吧？念佛。这些人跟这个火炉有什么意义？可以问你的想法。每个人看起来都很痛。问你的想法，这是哪个？18。第18层地狱是吗？这里是关什么样的人？触发一次。六甲们似乎都在催眠的状态之下到达了地狱深处，看见令人无法解释的现象。而经历这一番与众不同的体验之后，我们就来听听看他们的感想如何吧。我没有看到梦，
觉可以感觉到这种，而且我就看到一个火炉啊，然后一个很空间很大，然后好像有一个洞啊，一直有人跳下去。为什么要跳下去？不知道，它有一个洞，然后就有人抓着这样一直跳，一直往下跳，一直往下跳，好像是跳楼的，然后重复。跳楼要重复了吗？就是他好像那些生前跳楼的人又在里面又跳一次，这样他一定要是在一个山岩上面，然后可是山岩上面全部都钉满了人，他们要做什么？我不知道，那些人就被钉在上面。嗯，就你觉得那些人为什么会被钉在上面？我不知道，那时候讲到第一层的时候我就听了，我就那时候他还没有讲说是牛头。对，你要不要形容一下那个牛头是什么样子？就有脚要冰上一个环，所以传说中的牛头马面真的是真的。然后他身体很壮，他没有穿上，然后手穿什么裤子你有看到吗？就古时候那种黑色的裤子。经历过地狱的他们又有什么话要说呢？要善良。没有错，不管地狱之说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行得正，坐得稳。观众朋友们，你敢来探索自己的前世今生吗？哎呦，好可怕！所以有没有看到这个叫做诸恶莫作，对不对？众善奉行。对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别杀小力都不走，安尼就对了。不要以为那个恶的是小小恶，然后你就做。恶小而为之。对，这个很重要的，好吧？可是这个相不相信就在个人了啦。对对对对。对，我今天看完这一个之后啊，心里面得到一个很沉浸的感受。要赶快去做善事。因为那个地方我们将来是不会去的，我们都是在天堂部。是吗？对。希望大家都上天堂。好好，那我们赶快先请大家喝咖啡。咖啡来了，嘿嘿，来 come on。咖啡，哎呦，哎，陈立宏先生，阿露奇阿卡不够等啊，好转弯转弯转弯旋转旋转，再一哇越野车哎，越野车改装哎，你整摊了台北第一家哦，旋转旋转，一杯55，三杯150，其实很便宜，你不要你不要一直整陈贝贝要旋什么转的，陈贝贝这边停就好了，不是陈贝贝，你别卡一朵。壮宪哥，来来啊，来一下，掌声给他鼓励一下，来来。好想喝哦！我宪哥那么高，我一直以为穿西装的男子在旁边晃来晃去。对啊，不是那个。旁边是儿子，儿子啊，儿子，哎，不错不错，助手之一。这个儿子还懂得帮爸爸的忙，这。可是你看起来很像跑业务的耶。来来来来，咖啡要比较正式一点。是是是。我们现场啊，就直接来了啊！这个旗子借我一下。而且有没有看到这个 T 恤是北北自己做的耶 ？menu 就在 menu 身上 ，T 恤上。menu 跟各位介绍一下，真的，这个客人看我的时候啊，会比较用心一点。是是是。还有点黄金曼特林，我要点这个雪茄椰佛多油，好，我要喝碳焙，我上面应有尽有。哦，真的。那我的 menu 上面有的。你看多清楚啊！那我们就椰咖雪菲好了。OK OK， 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椰咖雪菲是一种特比较新出的咖啡啊。我跟你讲，品味相当棒。让他先把摊子摆出来，一杯。谢谢。开工啦！耶！然后你看，速度很快，好可爱哦，好棒哦！厉害，来来来，这应该也算台湾经济奇迹，一个月入可以200,000呢。哦哎，你看，哦哎。我们好幸运哦！对呀，好幸福哦！对呀，在路上碰到也不是简单的事。而且你们觉得买咖啡的时候看到陈贝贝的笑容，一天都会觉得好像很开心。对嘛？你看，哎，这个卖咖啡卖的不是咖啡，卖的是人文。对。哎，你要去哪里啊？真的？哦，我吓一跳，我们突然往台阶去了，这个。哇哦！你们看陈北北这利落的手脚，我看现场来宾们大概都有口福喽。哇，好香哦！天哪！哇！哎，真的很香，真的很香哎！好开心哦！各位喝一口，我们也想喝啊！你们想喝的，一杯60,000啊！来排队，好便宜哦！好便宜，一杯60,000哎！怎样？哇！非常好喝，哇！哎，这个
好喝哎，好正啊，哎，这个我这边调的刚刚好，不要加太多糖那个糖味啊，而且很香，完全不酸。你知道我最怕酸咖啡了，咖啡还有酸的哦。来，我们赶快给那个来宾喝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哎，立文，配刚那饼干刚刚好。来，哎，来宾这么多，你眼里面不要只有一个人，好不好？立文喝看，不好意思啊，大嫂，感觉怎么样？很香，对不对哈？啊、其他你们就感受一下就好，哈，好了，好，那我们这样子，每一个人都一杯，我们就等一下我请客好了，一杯55块而已嘛，好了，我请客了，我们看等一下旁边的帮我们煮一些，好不好？你听都没听过赚钱新花招，月入20万的行动咖啡屋，观众朋友们，咱们就一起来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吧。行动咖啡馆你听过，但是用脚踏车做行动咖啡馆你见过吗？每逢风和日丽的天气，咱们陈立宏先生便骑着心爱的铁马出去做生意。别瞧这脚踏车小归小，但是经过陈立宏先生的改装之后，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哦，所有做生意的道具应有尽有。还没有是啊，这样也能卖东西哦。这是笑。哦，这招我要学起来哦。每天在出门做生意之前，陈立宏先生要花上20分钟，仔细的装载着做生意的道具。这个它咖啡怎么样？蛮香的。那你觉得它这样子？是的，陈立宏先生利用他独特的创意，将咖啡店结合脚踏车，不仅吸引了众人的目光，在车水马龙的都会区做起生意来，行动更是方便快速。亲切的笑容和对咖啡品质的坚持更是一大卖点。在大家口耳相传、假号盗秀博之下，陈立宏先生的业绩蒸蒸日上，让我们为他的创意和辛劳再次掌声鼓励鼓励吧。那在这个咖啡声中啊，进入我们下一个单元，叫做是人不可貌相，好幸福。人不可貌相，厉害啦！今天咱们的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是一个非常无聊的单元，美食男。我们两个等的就是这一天了，这像话吗？男生有什么好介绍的？五位一起走，五位出来走一走，然后随便选一选就下课了。这就是标准的酸葡萄心态。没有，今天的美型男很中性。这个跟我很接近的，我也是属于梦幻美型男的一种。梦幻美型男整形前，什么整形？哎，这个要中性 look， 就是看起来很中性的。艺能界有哪一些？王力宏啊 ，Homeboy， 还有他长得好美哦，很美。龙泽秀明，哎，男生要长得美不容易耶。龙泽秀明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龙泽秀明，有啦，你就龙泽秀明，你龙子失明嘞，拜托。温顺的双眼皮。黄义达。邱泽、黄义达，还有邱泽也是，还有我们的阿凯，还有他，你有，下次我们选长得最像动物的男生，你来好了，太多了，很可爱，所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是中性 look 的，梦幻美型男传奇。中性风在时尚界掀起了一股流行风潮，这是一种男装女性化、女装男性化，彻底打破性别差异的流行趋势。所以男生穿裙子或女生穿西装衬衫的中性打扮早就见怪不怪了。而在这股中性风潮的影响之下，也产生了都会美型男，也就是媒体所指的第四性。他们的特色是，无论从脸蛋或身材，都拥有阴阳融合、颠覆传统男人的致命要素。
放眼演艺圈中，美型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像是在台湾以《蔷薇之恋》一戏而声名大噪的郑元畅，在戏中以雌雄同体的形象深植人心；而唇红齿白的奶油小生失忆男，创作歌手黄义达，清秀的外貌都令女生赞叹不已。在外国，则有足球金童贝克汉，日本当红偶像龙泽秀明，都有俊俏中带着阴柔的味道。他们都是都会美型男的代表人物哦。今天我猜人不可貌相单元中，我们请来五位梦幻美型男，现在就请电视机前的大家来猜猜看，究竟谁美的令恐龙妹也汗颜了呢？哦，厉害了，总共来了五位，到底哪一位才是我们几个恐龙妹，就是长得有一点恐怖的女生呢，他们心目中的美型男呢，能够让这些恐怖的女生也动心的。对，好，你的标准是张了第一位苏俊成，一起看看他的照片。照片，哎，很女的啊，宪哥，你那个哎很不诚恳哎，不是，因为看到帅哥会哇这样嘛，那我觉得很像那个高中生的基本款的女生，我有看到她的头发有那个稍微留得蛮长的，对不对？还有耳环，其实还蛮 man 的。看看她本人怎么样，好不好？一起来欢迎苏俊成出场。欢迎，就苏俊成，22岁，180公分，62公斤。哇，有两个女生呢，好看，果然好看。比女生更爱美的梦幻美型男，洗澡要一个小时，大概就是一直照镜子。一直，请问你都照哪一个部位？他是喜欢 man 的感觉，所以他把镜子摆在地上，然后照胸部，让自己感觉有胸毛的。有，真的有，真的有。一起来欢迎苏俊成出场。欢迎。就苏俊成，22岁，180公分，62公斤。哇，有两个女生呢，好看，果然好看。Come on！ 哇，走高哎。走高，迈步啊 ，Come some music， 哟。苏俊成会擦指甲油，而且呢有整柜的衣服还有鞋子，平常洗澡要洗一个小时。不错不错，你好视觉系哦。对啊，我们台湾真是面面观，有没有？嗯，有很多样的人马都在这边，有没有？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。大家好，苏俊成会擦指甲油啊。所以这是你平常的装扮咯？嗯，大概。你好日系哦，他的手好美哦。啊，手是被门夹到的。对，淤血，好修长你的手，欧青，你好像弹钢琴的手哦，好美的手，哎呀，这女的十指紧扣哎，这不像，这不像话的，连万里长城他也爬过去啊，你们误会我了，我是要试试看他的肤质好不好，这是现代孟姜女啊，哎，有整衣柜。有整柜子的衣服跟鞋子，整衣柜的习惯，整柜子的衣服，不是木工，不是木工，衣服洗澡要一个小时，大概都一直照镜子，一直你，请问你都照哪一个部位？胸部以上，胸部以下，以上啦，吓我一大跳，你太心花怒放，你也知道他是喜欢 man 的感觉，所以他把镜子摆在地上，然后照胸部，让自己感觉有胸毛的。有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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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。你不要把你平常在家做的事讲出来，好不好？但是你头发留的真的非常长，你胸毛都卷的呢，羽毛剪哎，羽毛剪。用麦克风讲话吗？有，真的有人断线跟你讲。有没有人说你像？有没有人说你像 Tolo？有一点，有点像。那我想要问一下，你在洗澡的时候，那个我不是想要问那个洗澡，我是意思说，先洗。你会做什么样的保养？就洗一个小时能洗什么？我都洗5分钟。对，15分钟啊。5分钟。5分钟啊？哎，我洗5分钟加洗脸10分钟。你只是水开再把它关起来就出来了。没有啊，就是没有弄出泡沫以后，全身有泡沫我就安心了，就可以冲掉啊。长相清秀，每次都反串，演过美人鱼公主，还穿小可爱上场。是不是女同学帮你装扮？啊，对对，她还戴到腰的长发。那你会乐在其中吗？刚开始会啊，可是到真的表演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白痴。是哦，那问一个重点好了。这个戏这样。对，我帮阿雅问好，你有没有女朋友？哎，有。有就有，你起来摇摆唱。你是卖国？有，我没教过。赔啊！你这个有。有
他没有来。不过他说如果说没有，你是心虚的，你们不会问问题。嗯，有几个女朋友？七个。一下子说出实话。你回去交往多久？快半年。你会不会因为就是常被男生误认为女生，会被别人误认为女生，所以要把自己表现得比较 man 一点？我觉得他一定念什么家政系啦，或者什么那一种。你念什么科系？刺绣。呼吸治疗。什么 ？Excuse me。呼吸治疗 ，RT 师。呼吸治疗，所以是医学院的学生。那是医学院的嘞。啊，对。好酷哦！那你可以当护士。应该不算。应该不算。不会啦，其实我觉得你还算 man 的，而且声音。啊，真的、啊、都刻意压低，刻意压低。那你可不可以出一个高的声音说：“大家好，大家好。”还会破声啊？你喜欢什么颜色？粉红色。好妙啊、哦！其实有些男生穿粉红色很帅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床单、地板都是粉红色，手机还贴上小爱心，是吗？我看，那你刚刚说你女朋友是喜欢黑色，天哪，是你自己爱贴的吗？好 girl 哦，两排哦，后面还有蝴蝶结，还有暴力熊，那个用莲花纸摆一个很 man 的 pose， 好不好？一二三，梦幻美型男。耶、yeah. ！帅帅帅，谢谢。好，旁边休息一下。好有型哦，好高、哦。其实会不会觉得有点宅宅的味道？有没有？啊，不同型啊，可是真的很像日本女生呢。有、哦、这样看。还有一位哈，一起来看看我们第二一位他的照片，张志伟。哎呦，李小龙战士啊！眼睛好大哦，不是，是日本的感觉哈、欸。这个算帅、啊？怎么会像李小龙？好，一起来看看我们张志伟。欢迎。张志伟，18岁，177公分，57公斤。哎呦，好帅！哎呦，瘦！天哪，也太白了吧，皮肤好浓。啊，来，直接走个台步 ，Go！ 天哪，好瘦啊！张志伟非常注意自己的发型，出门要花半个小时抓头发哦。哎，厉害厉害！他真的还蛮全红齿白的，好厉害！来，跟大家你拿得住这个麦克风吗？可以，有点重哦。哦，声音蛮 man 的。来，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。大家好。哎，不错，但是你太单薄了一点。我吃不胖，吃怎么会这么瘦？你喝猪油，喝猪油吃的胖。喝猪油干嘛？吃猪油拌饭吃的胖。各位看这个声音就知道身体有没有强健。来吧。你敲自己敲那么用力，你应该快要吐血了吧，信哥？他有反应。啊，他什么反应？啊，肿起来。啊，好粉红哦！不要理他。他有一点很特别的，不长胡子。18岁，你有汗毛，只是没有。可能是因为他发育比较晚吧？是吗？18岁啊。胸毛呢？都没有。再往下。有，肚子有长毛。我可不可以看看有腿有没有腿毛？肚子没有毛，腿应该没腿毛吧？手都没毛。你的腿也太粉红色了吧？阿姨，你在干什么？阿姨，好酷的黑腿哦！太红了，这怎么办啊？这个阿姨，她的腿好漂亮，好漂亮哦！你要不要考虑除毛，然后当那个脚模特？不要，腿很漂亮。但是她很重视美白哦。不到海边不晒太阳，会如果万一必要上街的时候会擦防晒油，也不去海边做任何日光浴有关的东西，是吗？对，因为我蛮怕晒黑的。为什么？一般男生不是觉得要黑才 man 吗？你不介意人家说你像女生吗？如果皮肤白，我没擦吧。你看看我都跟他的比较起来有没有？哇哇，宪哥好黑哦，简直是菲律宾人。man 的嘛，开玩笑，我很 man 的嘛。那么女朋友、哦？有吗？没有。哎，你手张开啊，手啊，来，阿姨。哇，好修长的脚啊！哎，你皮肤也好好哦。哎，你皮肤怎么那么黄啊？对呀，我是黄种人呢。不是，你是黄脸婆。我是龙的传人。不是啊，你不是龙的传人，你是恐龙的传人。呀，好，听说呢，喝醉酒的时候声音会变童音。对，怎么变？我喝醉了呢，就很嗲这样子。怎么试试看呢？我喝醉，你也喝醉。哎，喝醉啊！你干嘛喝醉？你演人妖啊你？你喝醉好恶心。我喝醉了。我也喝醉了。
而且他除了变童音之外，他还会发骚。真的吗？就是还会打电话乱撒娇，不是那个发烧了，是叫哎呦发烧那样子。真的吗？会打电话给谁？还会打给我妈。跟人家讲话，先请不要乱打电话。你不要这样子嘛。给人家送披萨嘛，我们这里是119啊。给人家送披萨嘛。我们真的是119。119是不是叫 one night 跟人家 one night stand 嘛？有没有一点被他吓到？没有，没有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或女生？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男生呢？嗯，其实谈得来都蛮喜欢的吧。说外形吗？嗯。男生其实不拘耶，女生就可爱吧，大方。Oh my god， 不是我吗？施文斌这样，你会考虑跟他做比较久的一个交往吗？没问题的。哎，怎么样？你啊，昨晚没意见，没意见，没意见的、啊。他很会打电玩哦。相约一起打电玩。像马倩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一些女孩？我觉得你会喜欢这一些。哪一个男生不喜欢他这么可爱？没有，可是他偏偏很另类，他喜欢像。不做，不做，不是啦，是说他喜欢。哎，他啊，他，哎，他有意见，来，耳朵旁边。哦，他喜欢你的翻译。啊，哦，哎呦，好像。怎么啊？啊，哦。他问说：“那翻译是不是有拍过《贞子》这部电影？”你看，一直低头，真的很像。但是咒怨，但是我必须说，宪哥，其实很多小男生啊，都蛮另类的。怎么说？因为他很喜欢，跑去哪了？他喜欢那个模仿小女生六连拍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要讲这个？你不能开了一个头，然后接下来不是他看到下一页了。我也是觉得，为什么你要边讲啊？边讲他的时候边换手卡，明明是在同一个。你是张志伟？干什么？他是张善伟啦。18岁，我们给他来一个。我太粗了。你是不是长期在横店？对，你有知道？六连拍来一个，一百，我喊一二三四啊，一百，六连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啊，六怎么样？就是通常女生看起来拍贴就是脸很正常，是，她们姿势都会很走样，很怪啊。怎么说呢？这是你观察的工作经验吗？一边气，一边气。再来一次。怎么样？它是有便秘的。教我们这个动作怎么样做？一边气。其实我每次要拍照，我也会这样，就忍不住，对不对？是太怪了，真是。谢谢张志伟，谢谢。旁边休息啊，先拍个照。你好可爱哦、喔，好不好？再来送第三一位。看看彭俊杰的照片哟，唇红齿白。哎呦，你哪里看到牙齿了？唇红齿白，你变态啊你！以我的观察，我才看得齿很白。我还步步高升。形容词只会那一句啊，哇，童颜鹤发。长得是龙飞凤舞啊。对的，看起来是满门齐昌啊。威风。结果出来的是右上角那一位，只有一半，一起来看看他本人，才17岁，哎，他好高哦，俊杰，欢迎侯俊杰，17岁，185公分，65公分，这么高啊，哎，是啊，最细皮嫩肉的梦幻美型男。曾经有怪杯杯啊，说给他钱，然后叫带他回家。他说你的手很细，有那么细？我摸摸看。很滑，对不对？侯俊杰17岁，185公分，65公斤，这么高啊！哎，是啊，可爱啊！17岁了，走台步了，哎呦，真的是还蛮中性的耶，美型男，怎么那么有可爱小子的味道？而且又很有 model 的感觉，有点可米小子的哈 ，model。可是他有 muscle，
有啊，没有，人家才十七岁还在长。帮我绑回一层，你是不是唇红齿白？是啦，对呀、啊，好可爱哦、喔。刚刚就猜到了。好，那我考你一个，唇红齿白在哪一首歌里面曾经出现过？谁会知道啊？戏凤里面有。戏凤是扮皇帝。完了要唱。你唇红齿白追上光，谢谢。唱起来不像唐明皇，做一个太监倒想当。难道你见过皇帝的面？大到皇帝胡子长，谁没见？你最近是不是有中年危机啊？更年期，更年期。谁没见过真皇？哎，碰碰啊，你唔通安尼啦！撩撩撩撩撩撩撩君，撩君，碰碰碰碰碰碰！好了，让可爱的小男生说个话。你这样香马倩不知道我们在搞什么，不好意思、啊。你吃白唇。好了，访问人家。很讨厌人家摸他的脸，为什么？哎 ，miss 一下。人家出来，你连台步都不叫他走，走过了，走过了，对害我也忘记了，神经病的吗？拍谁拍谁？我们今天是怎么样？是的，是男生头都昏了。你是多少年没见过男人了啊？像话吗？古井情深了啊？长师出师了你啊？不好意思，吓死啊！哎哎。听说都会用那个化妆水保养皮肤，还有会去角质。那这么，对，就怕长痘痘嘛，就去下角质，然后化妆水拍一拍。从几岁开始？高二。高二不就是现在吗？现在高三。哦。就从去年嘛。对。收集冷笑话，讲一个给我们听听看，一个就好。完了，我真气，我今天没有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以后有。有人帮我，帮我。有一个火柴嘛，火柴。然后有一天他头就很痒，就抓一抓就烧死了。啊！还不错，你讲一讲。不错啊，不错。他曾经有怪杯杯啊，说给他钱，然后叫带他回家。就那时候就会捞金鱼嘛，就有老头出来就摸你的手，就说你手漂亮啊，然后说要不要回家请抽烟喝酒，说不用不用，就说捞金鱼嘛，那我给你钱捞，就掏出钱然后就帮我付钱这样。啊，要带你回家？他说你的手很细，对，就这样摸。我试试看，怎么样摸？真的很细耶！喂，不是，不是，你摸摸看，真的很细耶！哎呦。婴儿的屁股的那种，有那么细？我摸摸看，很滑，对不对？很细哦。那我要看看。他喜欢漂亮但会扮丑的女生，他的梦中情人是什么？哎呀，阿雅，那小 S。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啊？对啊，他说他喜欢漂亮但会扮丑的，漂亮。你现在看到我本人觉得还 OK， 你分不出人跟鬼吗？像这个是人啊！阿雅越来越美了，漂亮，很有味道。再讲啊，我就飞上天了。哟，你为什么特别喜欢他？觉得不做搞笑，对，自然，很自然。所以你都有在准时收看我们节目就对了。有，大自然嘛。想不想要房子？姐姐买给你。哎呀，包养啊！这么没用，你看看。包的像话嘛？来来，现场要表演一下舞蹈啊！他舞还跳得真好。听说是芭蕾。个子高跳舞是最难看的。要 jazz。Come some other music. Ah, Jazz. Oh, 红姐姐 S Z Z 叫做 Jazz. S Yeah. 现在你们相信我讲的话了吧？哎呦，他只有十七岁，各位。太可爱了！哎呦，这个是团体舞吧？哎呦，哇！哎呦喂，臭水，有点百老汇的味道。最后还来这么一下，我们吓一跳。姐姐给你个建议，不是，千万不要驼背。
对对对，对对个子高是不用可耻啊，它不是一件耻辱的事。不要驼背，挺胸、啊啊，男生挺胸最帅。哎，可以可以可以休息一下了，这是我们三号，掌声给我们鼓励一下。再来是我们第四一位，欢迎我们简浩正的照片。欢迎，看一下照片。啊哦，好无辜的眼睛哦。不一样不一样，一起看看他本人好不好？好，很无辜的眼睛。他才22岁，欢迎简浩正。好像，欢迎。简浩正22岁，168公分，56公斤。哎呦，好日本人的感觉哦。哎，来来来，直接走一个台步了，唐三妈不能没有在。很日本哎。简浩正他的家族遗传的关系，皮肤非常的好，连洗面乳都不会用。哎呦，哎，有点像贾静雯的弟弟嘛，有没有？卫斯理。卫斯理嘛，对不对？传奇。哎，跟大家 say hello， 跟大家 say。在场各位观众大家好，哎，你好你好，你叫简浩正，嗯，对，家族遗传，你说连洗面乳都不用，嗯，就我们家皮肤都还不错，真的吗？我看看，那我看一下，啊，你怎么拿那么夸张啊？哎，我还没摸到就摔了，还没摸就摔了，好滑哦。听说曾经有苍蝇在你脸上跌倒的经验。应该还蛮长的吧？不错，对自己有信心。很会睡觉，最高纪录22小时。对啊，就有一次就去夜唱，然后唱到早上，然后直接去上课，上完就下午5、6点，然后回去用一些事情，回家就10点了，然后想说很累就睡一下，然后睡起来以后就看起，哎，怎么还是晚上？然后一看才知道已经隔天晚上8点了啊！然后就翘了一整天，那等于是过世了一样。哎，他还会喜欢恶搞，会到那个便利商店吃5元的中餐，还有到麦当劳玩不谷圈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有那种活动，他都会去试试看。譬如说，大侠爱吃汉堡包，那你一定会去。对对对对对。你会，你可那，你可不可以教我玩一下不谷圈？不谷圈。不谷。家姐姐玩一下啦。来来，玩一下玩一下。就是那蔡依林，然后他就是不谷生菜烤蜘蛛，不谷生菜烤蜘蛛。然后你就走到那个帮你点餐的那个同仁面前，你就跟他玩啊！我就去柜台，然后我就其实还有一个转盘，其实都不用玩，只是我说我要跟你玩这样子，然后他就傻眼了，然后我说我要玩，他说哦好，然后就我就不如生菜烤蜘蛛，不如生菜烤蜘蛛，然后给他收布，然后说耶我赢了我赢了，我要给外来全家餐，谢谢。听你这么说，我才知道我离素食店真的很远。唯一一次有接触还是吵架。停门口，他现在这里不能停车，干嘛不能停车？真的很丢脸的你，写一个 M 字头的，我以为是 motel， 对不起。奇怪 ，motel 还不让人家停车，很怪，那才在卖单。那便利商店有5元的中餐啊，什么意思、啊？其实应该算6元吧，就是有那个科学面啊，它统一面，然后就是。然后那个超商不是会有热水嘛，然后就去海鲜故意问说，哎，你们有没有统一面啊？然后他就说有，然后买了以后啊，就说，哎，你那个观众组的碗可以给我吧？然后说，嗯，好好好。然后我说热水也可以用吧？然后他就说，嗯，好好好。然后就当场泡给他看，吃给他看，吃完以后就谢喽，然后就走了。你还可以再多加5块，你买太多。然后就现在6块了。真的假的？对。因为他真的是很可爱，他有自己这种生活的小趣味。你也太节俭了吧？所以他对生活是很细节的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就玩这些。然后能够节俭，这样也还不错，因为他用那个甜不辣的汤，有没有？然后铺舀一些屑屑呀，有那豆腐干的屑屑，你就把它舀到碗里。不错，这样好，这样来，好男人，摆一个 pose， 来1、2、3，梦幻美型男耶！跟我去吃科学面哦，谢谢。休息一下来。再来是我们最后一位，欢迎我们的谢明晃的照片，来看一下。哇塞，这小饼吧？哎呦，什么小饼？是嘎豆之类的，好不好？哎，札幌哎，有没有看到？他自己还取了个名字札幌，很日本系的，有没有看到？一起来欢迎我们的谢明晃，欢迎谢明晃，23岁，178公分，66公斤。哎哎，哎呦！最另类的梦幻美型男，你有没有以前被人家认成女生过？以前大学时候有。哎哎哎，那 Prada 出新款，还不错，那颜色，哎呦，极色。吴宗宪，不要娘娘腔好不好？哦，你讲人家娘娘腔啊。娘娘腔有大肚子的吗？那么长，我肚子哪里大？而且还 P 罩杯。欢迎谢明晃，二
部，来来来来，又谢明化大会研究美容的知识，只用温水洗脸，从来不用洗面乳。哎呦，厉害厉害！谢明晃178公分，23岁，研究美容知识，只用温水洗脸，从来不用洗面乳，是吗？是啊。有效果吗？2年前有效果。啊，后来呢？后来因为现在念日校晒太阳没效果了。啊，真的吗？对。可是我觉得你如果把头发留长啊，应该会蛮像女生的。你有没有以前被人家认成女生过？以前白的时候有。白的时候，很白的时候。你以前有多白啊？以前就很白。有二号这么白吗？然后他真的很白，是这样四个就聊开了。哎，后面聊得太开心了、哦。美型男现在在就互相交朋友。聊有麦在，哎，你用什么化妆品？怎么美白啊？为什么我怎么晒都会黑的？哎喂哎哎哎，那他出新款，还不错，它的颜色还是橘色的。吴宗宪，不要娘娘腔好不好？哦，你讲讲娘娘腔啊。娘娘腔有大肚子的吗？那么长，我肚子哪里大？而且还 P 罩杯哦。各位。B 罩杯，你摸摸我的肚子好不好？立文在，你敢说我大肚子？蛮大的啊！哎，像话吗？你们买长相中性，曾被同性追求啊？怎么有啊？就是之前去看一个人演唱会啊，然后他们里面有一个经纪人，就是找我去当 model， 然后结果后来就是很多那种明星来的话，他就会带我去。接触那艺人是，然后后来就有一天打电话给我，跟我又告白就对了，就是说像你这种男生应该很多小男生喜欢你，然后我就说我不喜欢那种东西，哪种东西啊？哦啊，你不，你应该讲清楚，他怎么会讲？对不起啊，我不喜欢那种我也有的东西。后来有交过女朋友吗？有几个？有。六个哇！现在有吗？有，同学校的，同学校的。不是、啊，他会不会在意你看起来有一点，就是说比较中性这样，会不会在意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你不跟你女朋友聊天的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互相了解。常被老板叫小姐。哦，对啊，就那时候比较好，就经常他走过来，然后说：“谢、欸、小姐，这是我的名片。”哎，谢谢，这是我名片，跟你握个手。今天晚上我走在东区谁的前，看到。那么很怕蜘蛛，看到蜘蛛会呆住，然后叫朋友来打他，甚至到戏院里面去把蜘蛛人的海报撕下来。没有这个，我真没有。好好很怕，这么怕蜘蛛啊？小时候看到蜘蛛。吓到，就很大只，那也会害怕高个子跳舞了。哦耶哦哦，不要挑拨离间好不好？没有没有啊，那么他说他很会模仿郭富城啊，很会，真的吗？那没关系，等一下才艺就让他模仿郭富城。不是，等一下不就现在了吗？啊，你等谁啊？我就现在是吧？好啊，来啊，那我们就模仿郭富城，你不要模仿错呢。模仿这一出来，我同祖弟，那是郭金发，不一样，差很多。林立文最爱的霸掌，试试看，来郭富城，预备起。哎呦，真的还有音乐哈。藏在雨里。泪水在眼底，哎呀，好像啊，不知该往哪里去。哎呦，太可爱了！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，不停疯狂找寻你。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，还是该勇敢留下来？知道那么多无奈，可不可以都重来？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，还是该勇敢留下来？
个算不错。你在模仿，你在模仿的过程当中，曾经有人说你像过吗？没有，我现在很紧张，不要紧张啦，害羞啦，对啊，这个感觉还算是不错的，有吗？来来，也对我们镜头摆个 pose 好吧，预备起，梦幻美心男，哇，可爱，好来来来，欢迎他们五位一起到前面来，直接来音乐一起走台过来，欢迎一号，哟。22岁，180公分，62公斤，有一整柜的衣服和鞋子。2号的张志伟，18岁，177公分，57公斤。3号彭俊杰，17岁，185公分，65公斤。再来是我们4号。4号的简浩正，22岁，168公分，56公斤。再来是我们第5号。5号谢明矿，23岁，178公分，66公斤。热情掌声欢迎他们。五位一起，有帅哥走台步。我觉得美型男好像都要很瘦。对啊，今天来的东西3比8，而且很会站3-7步，都好瘦。以上这五位梦幻美型男，究竟哪一位才是恐龙妹心目中的最爱呢？观众朋友们，我们赶快来猜猜看吧。好，来，这苏文斌选择的是，在恐龙妹的心目中，为什么？哇，谁是梦幻美型？感觉吧，哦，感觉你最喜欢感觉比较有型，厉害厉害，来香马倩，倩妹，1号，Number 1，你好，慢慢游，我喜欢这种的脸，哦，这种脸，还有一回也我喜欢，哦，了解了解，对，他俩，5号啊，为什么？对，5号，好，比较亲切感觉，亲切啊，对啊，是。亲戚，哎，丽文，3号，三号，为什么？因为就干干净净的，可爱可爱的。哦，了解。来泼猴，泼猴，3号，3号，三号，为什么？因为3号跟我一样可爱。哎，真的蛮可爱的。啊，不错不错。好，那么大家特别注意到，我们今天评选的标准就是啊，他们啊，每一位要接受啊，他们这个算是一些女生来评判了。对。哎，但是在评判之前，我们要给他们一个男子汉大变身。男子汉大变身。啊哦，天哪，像牛郎。好像不牛的。2号张志伟也来了。哎呦，像卖人丹的嘛！3号，冯俊杰，耶，蛮适合的。哎，这是你中年的时候的样子。来来是4号，简浩正，日本人来啦。5号，谢明晃，这连眉毛都变粗了，怎么聊天那么多？对啊。啊，了解了解。是，哎，五位其实都很可爱，哎，他好适合当那种食品的代言人。1号很像 boss 哎，不是1号这种感觉有没有？像一个教舞的，他正好像是拍武侠片会有那种小日本的这个年法，有没有？中间有一批啊，厉害。其实你这个应该改变一下，我觉得不太适合，我帮你改一下。哎，这样好一点的。不对称，这样不对称。不会，这样有他的帅的感觉吧？这样。来宾猜测结果，3号跟5号都得到2票，究竟哪一位才是恐龙妹心目中的最爱呢？别急，广告过后马上告诉你。以上这五位，哪一位才是恐龙妹心目中的最爱呢？我们赶快来看答案揭晓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夏雨乔。今天呢，由我来担任我猜的外景主持。而我们今天主题到底是什么呢？我只能说制作单位对我真的太好了，因为今天的主题就是美型男，从漫画里面跳出来的美型男，让女生羡慕死的美型男。但是我们今天的评审呢？今天的评审团是由一群对自己外表超没自信的恐龙妹，在制作单位的长时间寻找和劝说之下，他们终于愿意以不露脸的方式来担任评审。现在呢，就让我们看1号美型男。我帮你扯下来好了。1、2、3。看来帅气的1号马上就让这群恐龙妹个个心花怒放了。接下来再来看一看他们对2号的反应又是如何呢？1、2、3。帅不帅？
哇哦，评审团的反应真是激烈，不用以真面目示人的他们今天都豁出去了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他们对这些美型男的第一印象如何吧。依你们第一直觉，你们喜欢一号的举手。那二号的呢？哇，有点差别待遇哦。好，三号的。那四号的，一二三四五，五号的，哎，非常明显哦，二号跟五号似乎非常的竞争。但美型男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同时，又状况发生了。那很奇怪耶，我访问完五位帅哥之后，这些女生在干嘛？气气出出，气气出出的，还戴着头套在讨论，气悄悄好了，有问题。这群恐龙妹到底在打美型男什么主意呢？巧巧，你快点帮我们问一问吧。我出道了。他们说啊，有帅气的外表是不行的，因为还要有内在，要有体力，要有muscle。没错，今天的评审团特别严格，他们一致认为，虽然对这五位美型男的外貌都很满意，但是男人不能只靠一张脸吃饭，所以恐龙妹们提出了残酷的男子汉大考验。你要怎么考验他们？除了帅之外，当然还有肩膀啊！我们今天呢，叫他们扛着我们做浮力挺身，你有没有自信？没有。哇，非常有自信的说没有自信。没关系，我们来试试看就知道你到底行不行，好不好？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恐龙妹见机不可失，马上扑向美型男宽阔的肩膀。只是一号美型男呐，你的表情有点令人失望哦，才做了两下就不行了，看来平常还要多多锻炼身体才是哦。因为你太重了，使我让你使唤他，你跟他讲趴下吧，趴下，大声一点，趴下。一回生，二回熟，胆子越来越大的恐龙妹这回毫不留情，一屁股差点把我们的二号美型男给坐垮了。想不到外表瘦弱的二号还真不是省油的灯呢，苦撑着做完了五下伏地挺身，真是了不起。紧接着三号跟四号也陆续接受这个惨无人道的考验了，虽然心不甘情不愿，但是还是达到了恐龙妹们的要求。而人气颇旺的五号又能做几下呢？看我们的第五号了，有没有自信？有。哇，帅的嘞！你平常有在运动对不对？打篮球。所以有那些 muscle 啊，男人那种 muscle。咦？哎，起来呀、啊、！Hello Hello， 我睡着了。原来是打肿脸充胖子啊！看来五号原本超人气的支持度马上陷入了大危机喽。男子汉大考验的第二关，就是要让恐龙妹们狠狠地甩掉这些美型男，满足一下他们的虚荣心。我要跟你分手。为什么？求你不要走，可以吗？不要。拜托啦，不要走。好，我愿意留下来。停！什么东西啊？怎么他一说求你，你就立刻你就说好了呢？因为我看到他的眼神。受不了了，太意外了，想不到恐龙妹无法抗拒美型男的苦苦哀求，看来第二关的考验是无法继续下去了，大失败。男子汉大考验第三关，恐怖箱，顾名思义就是要测试这些美型男是否有过人的胆量喽。噔噔，这个呢就是要考验我们的男生会不会吓得花容失色。来看一号，来，你平常最害怕的是什么东西？我妈。你妈？我想我们制作单位无法把你妈放在恐怖箱里，没关系，我们来看看里面放的是什么。一、二、三，听到那么多尖叫的声音，你知道了吧？可怕！来，勇敢的把手放下去吧。要告诉我们你摸到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体力欠佳的一号胆子好像很大哟。我觉得今天五位男生中，看起来最胆小的是二号，怕不怕？不怕。真的，既然那么不怕，我们就直接掀开来看看吧。仔细喽，怕，怕。哎呀，我觉得好恶心哦！你自己摸，这个我真的也会怕。哎呀，哎呀，你觉得是什么？猜不出来，再继续摸啊。好胆小的女生哦，看你那么胆小，像个女孩子一样。
来，我先看给你看哦。噔噔噔。哎，这位先生，你要退去哪里啊？不就是海参，软软的海参呐、啊。二号表现得太夸张了，知道有人垫底的三号突然间勇敢了许多，一把就猜出箱内的东西了。不过还是有胆子小的人想混水摸鱼。我说四号美心男呐、啊，你也太混了吧，你根本就没有摸到嘛。那你觉得平常当中你怕摸到硬的还是软的还是什么触感的东西？什么触感让你觉得刺刺的？刺刺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今天是不是刺刺的东西。一二三，哈。哎呀，好刺哦，好恶哦！这是刺猬吗？怎么这么刺？你要手放下去摸啊！哎呀，好恶心哦！哎呀，哎呀！巧巧，你也太调皮了，事前就吓得我们五号美心男花容失色。这样下去，咱们五号的情况会越来越不乐观的。经过这么多的严苛考验，不知道我们的女孩们选定他们心目中的美男子了没有？问问看吧。来，小声告诉我，你想选几号？二号。二号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很美。他很美，那还有什么其他理由吗？他如果追求我的话，我愿意放弃所有追求我的人。啊？放弃所有追求你的人？我有没有听错啊？应该是放弃你所有现在正在追求的人吧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有自信是好的。来来来，问你一下，你喜欢哪一号？五号。五号？啊？哎呦，不要问了，我赶快去摸他一把。想不到害羞的五号依然有死忠的 fans。我们制作单位非常用心，为各位女孩子们呢准备了这个可爱的吻。这吻有自己的名字哦，它叫做如花之吻。秀出你们的如花之吻吧！现在就让你们投出心目中最想要、最完美的美心男，冲啊！投票开始喽！到底哪一位美心男是恐龙妹的最爱呢？休息一会儿，我们待会儿告诉你。投票开始了，不怕别人认出来的恐龙妹们，个个卯足了全力，不顾形象的狂吃这些美心男的豆腐。不过这位同学，你的行为也太大胆了吧！投票结果：一号四票，二号六票，三号四票，四号三票，五号三票。答案揭晓！噔噔噔噔噔！谢谢他们热情的掌声鼓励，也谢谢我们今天提出的特别来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，我们希望他们的唱片都能够大卖，好不好？是，也可以大卖。再次谢谢大家，咱们下周同一时继续回到我们的我猜我猜我猜猜猜 Thank you， 拜拜 Thank you， 哇哦。